好，解放邻居们都在这呢哈，看看我啊。等会儿，我是不是不穿保安服，穿上这个经理的服装，是不是特别的帅？等会儿，那谁，小彪啊，快来啊！我在办公室等你啊，抓紧时间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天的我的业务啊，我是非常繁忙的，我没有时间了啊！我早就进屋了。你说你都进屋了，你接什么电话呢？这不浪费电话费吗？这不表示亲切吗？亲切啥？来，坐啊！哎呀，看看我这个工作的环境，坐吧，没事，都真皮的沙发。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来我这参观呢？啊，我这不路过嘛，一寻这小区有你这个老同学搁这当保安呢，我就看一眼。当保安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啊？我现在这个行头，这个气场，这个环境看不出来吗？这个物业的总经理，知道不？哎呀，经理呀、啊，对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经理那不是田笨笨吗？你看看他这个名气，还田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俩笨，还笨笨。下去了，啊，这个现在是我的手下当保安的。啊，厉害吗？下来了。哎，你先下去，别坐这儿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，怎么的？这还给田笨笨他爸开车呢？不是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现在他爸给我开车，我是董事长。你董事长？嗯。不用管我啊，我找下衣服。小脸儿，看我衣服没？田经理，你不说你今天休息吗？我休息，你就穿我衣服呀？那个，你知道，他是我同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呦我的，从小就贼能装，贼能吹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直不想个办法，我想制止他，所以说今天希望你配合一下。我打算什么？我想当吧总经理。那你当经理，我当啥呀？身为一名保安，怎么上班你不穿衣服呢你啊？明白吗？我这个现在有气场，我的气场就碾压他，你知道？哎呀，气场！你行，等气场啊！你给我整点汽水得了 啊！我来半天，这家伙渴的，还不正喝水吗？你等，哎，我接点这啊。那个，笨笨呐，啊，下来了。下来了。没事啊，别上火啊。那个，我求你帮个忙呗。你说，你看那小子没啊？从小我俩就不对付。啊，贼拉能吹，贼拉能装，我今天我就想治他，你配合我一下呗。我咋配合你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爸。是，你当过那董事长。不是，那你当董事长，我爸当啥呀？你爸，队长，来了。司机的
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？疯了。还聊啥呢？你俩这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俩人是真能装啊，有好戏看了。啊，那个，啊，二位领导，我打扰一下啊。我爸呢？一个司机，这个时候能干啥呢？擦车的呗。笨笨。对，哎呀，我刚才上你们这个小区转了一圈啊，还可以，是，那个，哎，爸，你这屋也行啊，啊，你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，你这样，你帮我那个看一下那个规划书，你帮我那个提点意见，你说我第一次来，你让我给你打工啊？不是，你参观一下我办公室，你还有办公室？对，来，这屋啊，对，这屋。行，你有计划书没？有，在里边呢。你歇会儿啊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好，你干啥呢？咋的？在这许愿呢？不是我，你在这沙发真皮的。你这样，你看你司机来了，给你吓的。司机来了，能给我吓？我给你，让他出来。你看出来，你看看我气场，我压下去。考虑一下，就那个笨笨的感受。来，笨笨，你过来，来，来坐这儿，那个经理跟你聊一聊。你爸咋干的呀？怎么把自己活给干丢了呢？你管好自己得了啊！那经理，我爸肯定能东山再起，是不是？那还起啥了？你爸都多大岁数了？啊！你说你再起，你说我就起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不还是一直保安吗？啊！不是，我说我干了这么长时间有起色，从保安干到了经理，现在这个身份，是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哎呀，哎呦，我这看了你这个啊，还行吧，啊，还可以啊，是，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小区的规模呢，算是个中等，哦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计划书呢，咱们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一下，是，爸，你咋看这么快呢？就没看仔细，你再回来看看，干啥呀？你回去再帮我看看。这孩子，你老黏我干啥呀？是黏你，你进去再躺躺。不，先等会儿，我先仔细看看你吧，来。你咋穿个保安的衣服呢？哎，说你呢？我这才知道咋进来就让撵我，你是怕我看见你当保安吧？不，你咋跟我说的呀？咱家这么大企业，我让你跟我干买卖，你非说在物业干一番事业，你就这么干呐？你就从经理给我干成保安了？啊？不是你看着这样，我看啥样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你这误会了，我怎么误？交给我，没你事儿。这里我明白了，你帮我一回，我帮你一把，好不好？叔叔，你好。你好，这谁呀？这是？不用管我是谁。我就想问一下您，您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田笨笨？我儿子，我有啥？不要说话了，我就想问问你。咋干的？怎么把自己活干丢了？我啥活干丢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落差。我有啥落差呀？你原来啊，是我们田商集团的董事长。等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原来呢？原来啥意思？你注意点。我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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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错了。这孩子，你这位司机叔叔。谁是司机叔叔？他怎么还跟我说撤职呢？我告诉你，还你别说那没用的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气场，切，给丫头。这孩子说话，你说这那个谁司机叔叔啊？别说了，那个爸，什么情况？你那个你，你这样，你先进屋待会儿，我过会儿跟你解释。你别过会儿了，你再过会儿都给我说撤职了，说退休了，都是。什么情况啊？是这样，就是。
配合了一下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？这家伙，这大进门没注意呢。你瞧这造型呢？干啥呢？跟沙发拜把子呢？董事长好！董事长！哎，董事长，你坐，你哪能站着呀？董事长，不，坐！董事长，你看，你得罪董事长，不是，我不好意思啊。你看你们领导之间谈工作呢，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方便啊？方便。董事长咋说话这样的呢？董事长，我要不要回避一下呢？不用，真不用吗？不用啊！哎呀，对了，你看咱公司大事儿，董事长，你看这有一份这个刚刚人家传过来的1000万的合同，你看这个咱们公司谁签一下呢？不是，董事长您签吧。我签合适吗？您签的不合适，那我签的那就更不合适了。干啥呢？怎么跟你司机说话这么客气？气场，起来，气场碾压他。啊！哎呀，不是这字，你看您是不是签一下？签吧，不，那个不是，我们公司是这样，1000万以下呢都司机签，2000万以上的才董事长签。对，你看我还忘了一茬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规矩，1000万都司机签。这个董事长，这有一份2000万的，您签了没？你看这个，这是2000万。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不装了，我给你车加油行吗？来，这孩子，哎呀，多亏了这位司机叔叔了。你这谁司机叔叔？刘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毛病又犯了。你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提醒你多少回呀？别装，老吹牛，提啥你？知道了，我这早就看出来了，在这装呢，露馅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压根我就不发。行了，你也别装了你。这家伙，你以为穿上这衣服你就是经理了？脸不还那么长吗？这孩子，你瞧瞧，我说你们这年轻人，你们都怎么回事啊？这呀，装啥？吹啥呀？吹呀！啊，事业是靠自己一点点打拼过来的，你以为换个衣服就行了？再者说了，你当保安有啥丢人的呀？哎，当司机有啥丢人的呀？你带机关枪来了啊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当司机丢人不？明白了，他从心里接受这个意见了，是吧？接受了没有？接受。但什么工作、什么岗位，那都是光荣的，都是重要的。是，对。你笨笨也是。你说你身为一个经理，你说你不阻止他们，你还跟着一块儿，还配合他们，还演戏，你整得我还让我配合啥呀？配合，你给这正事儿全忘了。我让你找那人，你找着没有？你来干啥来的？啥人啊？你说啥人？上午捡包那姑娘，你找着没有啊？啊，那个，董事长，我光顾装了，我忘了，我现在找着。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是一直给你找着，你这气场都丢了。你看看我，看你啥？滚！哎呀，那个爸，去你这小子，这找什么人呢？啊，我这次来小区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有这么回事儿。这一早上呢，我在你小区门口，这包呢丢了，这公司啊，那个章在包里头呢。哎，我又回来，就你们小区一个姑娘，哎呦，在门口的站着，一直等着我，人家把这还给我。我寻思让他把这姑娘找着，好好谢谢人家。对，得谢谢人家。妹妹，嫂子，这是。
妹，喂，小米粒，哎，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工作的时候你别来找我。我找你就是工作的事儿啊。问，啊，我说就是她，就是这姑娘。啊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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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好，这姑娘你看看。啊，这是我爸。对，我儿子，孙子。叔叔啊。对。叔叔您好。你好。哎呀，你叫啥名啊？我叫小米粒儿。小米粒儿啊，就是那个我跟你说这追我那个小米粒儿，啊，就是你啊。对，哎呀，这丫头真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早上在那门口等着我，这叫啥，拾金不昧啊。哎，不，哎，这话说的，你捡了个破章，他没捡到钱，这就不叫拾金不昧。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儿，啥叫破章啊？啥叫破章啊？这我们公司这一个章，你这几千万合同全是他盖，这比钱还值钱呢。哦，真的好好谢谢你，小米粒儿啊，你说吧，叔叔咋感谢你？哎，不用，叔给你来个红包。不用，叔，您太客气了，不用。要不一会儿叔叔带你出去买点礼物。不用，叔叔。那怎么也得谢谢你啊！您要是真想谢呀，你就谢谢笨笨吧。说他干啥呀？他在我们小区当这个物业经理啊，把我们小区管理的可好了呢。我们邻里之间呢，就像亲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只要是在我们小区，您的东西啊，肯定不会丢的。哎呦，傻小子，你是行啊！哎呀，好，那个小米粒啊，今天多亏你了啊。嗯，你先回去，改天请你吃饭，我去我爸请你吃饭。啊？那还改天干啥呀？就今天呗。这越说的我同意。再说了，还用你替我请吗？要请也是我请啊。行，那咱吃饭去。行，走，吃饭去。小徐啊，下次一起啊。拜拜。不是，这次啊，我有时间，叔叔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咱一块吃呗。